前棒棒糖男生小马与老婆叶琳涵育有2岁的女儿，两人在澳门定居，女方曾是外拍模特，在脸书微博留下不少美丽照片，身材较好的她不仅露出酥胸和长腿，未料现在只能通过这些写真照回味家人倩影。叶琳涵因小马外遇让她伤心欲绝，竟在两人争吵后潘越落残跳楼当场死亡。对于老公的不忠，她曾在4月27日与脸书抛照，并写道：“钻石恒久远，人心呢。”叶琳涵5月8日在微博贴图：“面对诱惑而不拈三惹四，男人的责任；不畏寂寞而不红杏出墙，女人的义务；别为了一时的诱惑而赔了一直的承诺。”事发后，小马在脸书上说：“老婆，对不起，我是人渣，因为外遇害了你。”还让简宇培失去这么爱他的妈妈，随即删掉留言。看着你在我面前说再见，我却无能为力，给了我最大的教训。但老婆，拜托，可以不用这种教训吗？字里行间流露目睹亡妻的恐惧。该走的是我，不是你，为什么那么傻？不离了，小梅，不离。